善德高僧们的重要答复。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回复求证者们的提问。农历正月十七，第十七道答案。魔术大师能用灯光、激光、化学，乃至让人都站不稳的地震房都能安装得出来，能把飞机、汽车都消失或出现。但任何魔术大师都无法把大家自己写的一张纸放在大家面前的桌子上，让大家近在桌子前亲自看守着这张纸，而该师站在远处，请菩萨把此纸化成红光接向虚空不见。这必须是具圣德菩萨的上师才能做得到的，阿罗汉都不行。要知道送表与画表是两码事，送表是把一张纸现场写了文书，不用火，弟子们一念嗡啊吽，这张纸凭空画红，飞去无踪影；而画表是在火上烧表，你们哪一个人都会烧。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带大圣德们执笔回答提问。2018年3月4日。